原标题十大糗图，女生拍照时一定要找好角度，不然超级尴尬。 Top 1美人兔， Top 2当无脸男有了头发， Top 3警察叔叔，就是那只熊跑女生宿舍， Top 4去厕所被这货吓死了， Top 5这个发明和走路有什么区别， Top 6逆时角度， Top 7什么操作， Top 8表误会， Top 9看不懂，有懂的吗？留言解释一下吧。 Top 10在什么情况下这两个